然后第四个有机酸，有机酸的话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征，就是 COOH。有机酸你常常会看到 COOH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最简单的有机酸，叫做第一个叫做甲酸。甲酸的化学是 HCOOH。来告诉我，碳可以接几根键？四根，好，四根一。你注意看哦，现在碳的左边，你注意看黑板，碳的左边是不是目前只有一个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哦，好，你注意看，所以这边接了一个氢。那碳的右边有什么？是不是有两个氧？上次我们讲过，两根怎么接？两根怎么接？是不是左右边接？第二个方法嘞，是前面接。好，你注意看哦，这两颗氧就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在接哦。第一颗氧，双手往前；第二颗氧怎么样？左拥右抱，单手的。注意看，单手的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是不是氢？这就是甲酸的化学式，结构式。听懂点头。好，赶快写。啊？哪里有一个氧没有？都有啊。这里不是 HCOOH， 那两个 O 不都在这边吗？哪里没有连？最上面那个哪里没有连？那连两根在这边呢，怎么会没有连？有连啊！老师，那个这里随时有变吗？啊？你要成为考要怎么写？他会画给你看，然后叫你判断这是谁，或者是用模型组出来给你看，问你这个人是谁？所以都固定的，就假设就长这样。对，对。像长其他一样。对，就像高手中长什么样？就长这样，会不会长这样？肚子露出来这样，不会嘛？好嘞。甲酸的俗名叫做什么？乙酸，蚂蚁的蚁。你被蚂蚁咬的话，皮肤会红肿，就是因为蚂蚁咬你的时候马上放出这个东西。蚊子不是啊？来 ，B， 甲酸易溶于水。可导电，对，前面有超过酸碱盐那边已经有教过一次了，所以这边可以稍微讲快一点。易溶于水，可导电，成什么性？超难的哦。甲酸放到水里面成什么性？超难的哦，酸性。你怎么知道？好，不是因为甲酸有一个酸字吗？哎，对，不是吐口水。哦，是昆虫如果被咬到你的话，如果你被昆虫咬到。如果你被昆虫叮咬，你要涂什么？氨水。氨水。昆虫都有。啊？大部分呢？咬到你的话，你要涂氨水，因为它会放出甲酸。那哪些没有？哪些没有？这我一时半刻之间没办法回答你。可是你放学之后可以留下来，我慢慢把答案找给你看。放学没空。你刚刚考不及格的中午过来找我补考，啊什么？啊，你刚刚考不及格的中午带着你的考卷来找我，包括那些没写功课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曾老师考几分？七十，非常好。下课老师这边领礼物，啊，很多礼物给你们。好，来第二个。你什么时候考七十的？之前啊。有吗？买考卷买啊，我会给你礼物啊。他带你去的嘛，回家功课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说你现在考七十了。真的、哦。真的啊。抄谁的？好、哦，来第二个。你要请教我的。乙酸。乙酸的结构式叫做 CH3COOH。那你注意看哦 ，C 是不是接四根？好 ，CH3COOH 跟甲酸刚刚那个一样，好，跟甲酸刚刚那个是一模一样的。来，注意看，我们一起看一下，先看黑板，看完你再抄，不然你会不会哦？注意，这个碳在这边，碳要接几根？四根。四根 ，H3 是接三根的，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。第四根接了他的兄弟，另外一个碳，有没有看到？
然后呢，这边 C O O H 的时候，第一个仰是不是往前面两根手？第二根仰呢？第二个仰是不是这样子？左边右边，在这边，左边右边，左边接碳，右边接氢，听懂点头？好，赶快画。这是乙酸的结构式，你只要看到酸，那都会有 C O O H 哦。H 旁边我还有一个。哪里？最左边 H。那个是没有，你看错了。划掉。哎、欸，手中你成绩考越好，你就长得越可爱，跟你的那个铅笔盒一样可爱。老师，52可以领吗？领奖励吗？52哦，52你过来被处罚。哎、欸，乙酸的俗名，乙酸的俗名是什么？醋酸。所以老师念过一道口令嘛，甲酸就是乙酸，乙酸就是醋酸，你还记不记得？甲酸就是乙酸，乙酸就是醋酸，听得懂吗？我乱讲，对，那两个乙不一样，一个是蚂蚁的乙，一个是甲乙的乙。好 ，B， 乙酸也是一样，一溶于水可导电，成什么性？酸性，很好。坐好、哦。啊，乙酸也是一溶于水可导电，成酸性。C， 乙酸怎么来的？啊，乙酸怎么来？乙酸可以透过乙醇，乙醇是什么啊？酒精，很好，乙醇就是酒精，透过乙醇氧化而得。啊，透过乙醇氧化而得，有没有听过噪声？有。哦，就是这个东西哦。啊，乙醇化学式是什么？念给我听 ，C2H5OH， 氧化是跟谁结合？氧气，氧气结合之后就超生了，变成乙酸 CH3COOH， 再加水。有没有听过醒酒啊？有、哦，喝红酒之前把那个什么瓶盖打开，然后让它醒酒。为什么要醒酒？会比较好喝，为什么？因为喝起来会怎样？升高低啊，升高低那种感觉。啊，我比较浓醇，所以超。浓、啊，然后放太久就超生了。加一点柠檬。啊，放太久就超生。关柠檬什么事？好，猪地猪小点啊 ，A B C 猪地猪小点，我抄不下，所以我往上写，让你自己抄在 C 的下面。猪，乙酸可以拿来做食用醋。它、啊、不是乙酸加生，跟食物加在一起会超生。那是太浓了，那不是那食物超生是因为它产生的酸，不是乙酸加进去它会超生。不然我炒菜的时候加醋，那醋一般，整盘菜都超生这样子，那怎么吃？啊那个吃那个什么什么鱼翅鲍鱼的时候加那个菇醋，它、啊、整个鱼翅就超生了，那又被照扁了。来，食用醋是什么？3%到5%的乙酸。啊、哦，非常非常稀释到非常非常稀的一个乙酸，就是我们在吃的醋。啊、哦，就是你女朋友在路上跟人家牵手，你会吃的东西啦，知道吗？啊。啊。谁？跟我通常吃哦。但是醋桶。真的、哦？醋坛子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跟我说你昨天放学有回家吗？有啊。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人坐在天桥上打电动，长得好像你。应该不是你吧？哈哈哈！没有去上课了。我本来想要过去叫，看他是不是你的，可是想说你应该不会做那种事情。躲在屁股那边打电动呢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往下讲。好，来，注意听。第五题，我是第五题，第五个重点。哎，我们现在常见的有机物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大类。烃类，第二大类嘞？乱讲。第一大类类是从哪？第一大类？第二大类？醇类。第三大类？第四大类？好，现在讲第五大类，酯类。酯类。啊，酯类，赶快写。
脂类。第一个脂类怎么来的呢？脂肪，用醇，用有机酸加上醇，就可以得到脂类。对，有机酸。有机酸加上醇类，就会得到脂类加上水，会得到脂类加上水。好，这边很特别哦，我会加上一个浓硫酸，浓的哦，对，加上浓硫酸当催化剂，为什么？因为浓硫酸具有一个性质，告诉我什么性质？很好，脱水性。赶快写。对，一定要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康宝浓汤浓的好。没有了，因为它当脱水性会比较强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需要脱水。我们直接来讲例子啊，不是洗衣服啦。哎，有机酸，我们用乙酸好了。乙酸加上乙醇，乙酸是什么？俗名。醋酸。乙醇，俗名。酒精。会考哦。来，乙酸化学构式给我看。哎，不要，你先写，你先讲化学式给我听。非常好 ，CH3COOH。乙醇呢 ？C2H5OH。好，来乙酸化结构式开始，自己画。你画完在黑板上面对照一下，看你画对还画错。你不要只是傻傻的抄哦，这样你永远都不会哦。好，你注意看黑板。乙酸，我们再讲一次哦，碳接几个键？碳接几个键？四个。四个，所以你注意看，碳这边是不是有三个氢？有没有看到？三个氢，所以先接上去一二三，然后再接它的双胞胎兄弟，第二个碳。然后呢，第一个 O 怎么接？双手往前。第二个 O 呢？是不是一左一右？对啊，一左一右。好，再来乙醇呢？刚刚 OH 是不是放在右边？现在老师把它翻到左边来放，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整个翻过来而已。好，你注意看黑板。现在酸跟醇类分别要提供不一样的东西给别人，酸提供了一个 H， 醇提供了一个 OH。那你发现这两个人如果连起来，就变成什么东西？是不是 H2O 是水？是不是？是还不是？是哦，好，那你注意看哦。那所以我变完之后，变过来的人就会产生水。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？来，脂类，什么脂？油脂。来，注意看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左边橘色的部分，剩下来的人。左边橘色剩下来的人结构长这个样子，这是左边剩下来的人。右边剩下来的人，我们用紫色好了。右边剩下来的人结构在这边，那老师继续把它画起来，它会接在一起，有没有看到？什么变大变？好，变大变长，对，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连起来了？有没有看到？再次哦，橘色的部分，它怎么变绿色？在这里，绿色变成水啦。绿色的人变 H2O 跑到这边来啦，放出水啦。所以注意看，为什么我要加浓硫酸？为什么我要脱水？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绿色的人很快的把它脱掉？这样是不是催化剂？可不可以增加产量？做好哦，可不可以增加产量？不行，只可以加快反应的速率。好，那这个庞然大物名字叫什么？脂。脂，什么脂？
叫做乙酸乙酯，写起来。